没体验。它前面有些那个环形公司院院长的床啊，看不到。这面墙就是那个陈树生啊，绑着那个小绸带从上面跳下的。整个的基地未来我们会去重新去做一个策划啊，未来具体要策划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化，我们现在还在规划当中。对市民开放，现在目前还是没有这个计划表。